哎，给帮你免费苹果有需要这个初中生可以加一下左下角的这个脱坑入坑 Q 群啊，怎么地？就压你了，怎么地？啊？剑刃狂澜。啊，不能换了，不能换了。小兵打我有点痛啊，没有两级我感觉好换血，一级有点拉低呢。但是我觉得用血量换这个经验值是不亏的啊。阅兵线还是有点伤的呀。螳螂来了，我还以为死亡能让我安宁，但是这应该还是不太亏的。哎，零的好多个超大小花，谢谢零的660个小花，谢谢老板的小花，谢谢。W 太超模了。他这个护盾特别厚啊，我感觉这护盾能有个一两百，而且 CD 又很快啊。那换血厉害，主要是在厉害在他这个 W 上面。他这一个 W， 我操，反正200的盾，盾太厚了。盾实在是太厚了，面具再多又有何用？ An enemy has been slain。无处可藏。哎，我的炮车。盾可太厚了，其实好像被打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大招来抵消的，就是等后面有机会的话，带个爆破，跑那么远干什么？这路上每只都回家的寄回来。我有踢的，所以说容错率很高，被打一套再踢回来就好了。他这波推线我可以选择控线啊，反正不用推了，爬线。还是能卡住，没事，不痛。
你怎么不回家？嗯，回来就回来吧，我们可以慢慢玩，也不用着急。那得尝试一下能不能打断，能打断打断是好事，不能打断，不能打断就算了。守望者铠甲，被他往后 QE 击飞了一下，被塔多 A 了一下，但是还是有容错的，有线权可以吃果子。嗯，出不来，不痛啊，不痛。吸我来，啊！你真吸呀、啊！逗你玩的，你真吸我！啊，哥们有点跑得快，不然真被你给抓死了。没事，不痛啊，再回一波。哇，现在六秒钟一个 W 技能，非常的快。踢出来了，他要买什么呢？我看看，两把长剑，问题有点大、啊。你这两把长剑，美丽阵风，显形。想打我不给打，你要就给啊。天运狂澜，通往幻灭的路。
开大干什么？吓唬人。啊，可以无脑推他这些啊。打了个闪，真可以无脑推他的线。等我出完海妖，感觉回去了。哇，推线真的快哦！下一线是出盾弓还是破剑者？盾弓容错率高吗？已非天定，唯有明日。An ally has been slain.啊！算算算，打到我的盾上都不怎么掉血，那是怎么跟我打？打我都没伤害的。一炮就给他做掉了。伤害太高了，一个 Q 就把我打死了。这波我失误了，我风吹到就不用死了。先出破坚折，那来一个破坚折吧。我操，剑魔你要干什么？大聪明？他不是大聪明。跟一下，呜，起飞！他来杀我，杀我们家下路，我也来杀他们下路。操作给你吧。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都哥们，跟我客气什么呀 ？Fuck！ 我不碰瓷，不碰瓷他了，对不起。啊啊！我吹我的，贼子休走！哎、啊，来个助攻，来个助攻，来个助攻，哥们！没见过人头是吧？这么不团队啊？两个护盾盒子猛 K 头，没有含金量的东西，真烦人。真
不想玩，说实话不想玩。我只是想要一个助攻啊！我的要求很过分吗？跑吧，你跑吧，你跑吧，还行吧，打了个闪，该留个疯子，这波不够细节了。如果这波没队友的话，可能他就跑了。该留个疯，然后等他一走一走，我再吹风跟过去的。我操，打过了，我还以为他会不敌呢。谁的眼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要被逮了呢。啊，他会带吗？看这个指针有点短啊。撞墙了吗？这是闪现把他吓跑，就你懂不懂啊？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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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你不说我都悟不出来。高手，当我们在灵界碰面时，我脸上的这个压榨卡那就认识了。哇擦，这么猛啊。跑得好快啊！钢铁烈风，锐利之风，若
形态各异，于我而言，一个灵魂出窍。哇，打得很好。可惜，没技能了，没人给我叠风了。下一件是出啊，挺近对吧？不对，冰拳。难道说我要出无尽？应该不用吧？哪个呢？都有钱，都可以出。啊！直接无尽就行了，感觉容错率不高呢，我觉得出挺近也不错。现在该出一些私人恩怨了。无尽伤害爆炸，真假的？接猫咪是吧？那我送你们一起去了。哦，还真好像还行啊。执迷不悟。螳螂，我哭死，他还想着接猫咪呢。你说如果我在此地埋伏一手，能不能杀个人？一然后大，有机会吗？现在唯有狩猎一事。每夺得一个面具，就离自己这张面具的真相又近了一步。他们又去打团了吗？啊，我偷家呗。对，去打他，别来守我。到两道，哎呦，这个光辉啊！我要杀完了的，光辉把基地 A 了。
啊，光辉，你在干什么？